我今天来是希望讲有当感人员上来我学校。为什么你会想要当老师呢？你现在是力宏老师还是力宏主考官？林力宏先生，你上次为什么没有考上？不是力宏，就是我弱啊！你以为是在演木袋戏哦？这你自己签的、啊，以后不可以这样子哦。联络簿要给爸爸签哦，好不好？可是方老师，你带刀来学校？我再来一点！你们做什么？刀子嘞，拿出来。黄小胜，我听这囡仔讲，你该袒护方小胜。咱下学年新生招收的人数很不理想啊，那有可能给我们缩编减班吗？阿妈，我们今天是来送重案通知书给林立东先生的。哇！刚去的时候，大家都无在遐啦，买点什么物件啦？我真正无什么做你阿兄。你是跟我抱你无面子就对啊！低调处理，不要闹大，英雄的招生怎么好啊？所以你弟的那个被签的薪水拿到吗？玉华老师，你真太老实了。下个学期，你要继续加油。